早上10:08，你现在看到是台大医院的院长，台大北护医院的院长在这边，开幕典礼的上的致辞。做好验收，来，那中间呢，谢谢很多的评审委员、同仁的努力还有我们总院的支持，让我们医院的地方看起来有人文艺术的气息。那在这边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未来的半年里面会在我们一楼的大楼配合我们公共艺术建筑里面做一些整间的一个展件。我们会有里面有一些表演的会邀请没关系，我是媒体记者啊，我是来抽血啊，顺便来看。没关系，我录一下院长，我录一下院长讲的话，因为我是那个也跑医疗线的记者。到我们医院来，会感受到。没关系，不好意思，没关系的。还有你的，你太重要。不。再次谢谢。好，你多谢阿豪。好，好不？好，麻烦。